韩国瑜，韩国瑜，韩国瑜啦，韩国瑜，韩国瑜，加黑酱，米雕，香卡，烟斗，拍谁啊？老大哎，韩总啊，是嘞啊，米雕卡烟斗啊，喂，那是讲透天，目屎是飞袂离，欢迎收看。欸、欢迎收看我们龙盖森的台语小故事。台语时间开始之后，讲国语你们叫互画脸。你是安那学的啊？哦，爱用心啦，读册爱用脑，那无这里读就迄里走。大家拢就想要问的，你到底有到底？那你才介意清掉啊？一介意个变爱哦，一生只懂你一人。你要唱一条歌送予伊无？嫁唔着人。上后一通电话较好吓人。上后，最后啦，上后。哦、最后一通电话较好吓人。加分啦、啊。恁家的加分也是。韩总的加分较水，你这嘛敢问？难难难，魔刀的弯过难啊！加分较水啊！多一个加分，加分啊！你加分较水啦。可是龙介仙，他们两位都叫做李加分，您指的到底是哪一位呢？这世人上大的梦想是啥？梦想是啥？梦想哦，啊，梦想就是对着成就啊。堆堆堆堆到天涯海角，走哪里去？韩国瑜加韩国瑜，韩国瑜，韩国瑜啦，韩国瑜，米雕，香卡，烟斗，拍谁啊？老大哎，那韩总啊，是嘞啊，米雕卡烟斗啊。比较本来的做烟斗，较早是偏偏美男子，是因为带兵出阵，去予地雷火炮炸着，怎变成五不全？哦，爱了解。议员，台语真的好难哦。这个就是爱自细汉的爱教育。台语哦，这个淡薄自然，但是你的环境若有，囡仔若有趣味，就会使。所以你刚刚说你一生会监督那个赖清德，就是你会继续监督他，所以你2020有没有可能？就是到中央去监督他。反正伊后个月就转去啊，你咧。好，那我们谢谢议员今天来帮我们。感谢。议员谢谢，上次来玩谢谢。感谢各位网友啊，谢谢。